数控钢筋条直切断机用于钢筋条直和切断至定尺长度的加工，具有长度误差小、精度高的特点，可用于加工光源 HRB335、HRB400 螺纹钢筋以及冷轧、冷拔钢筋。数控钢筋条直切断机有以下特点：一、采用 PLC 可编程控制系统，设定好加工长度和数量后，进行自动加工控制。速度无极可调，具有自动定尺、自动切断、自动收集、自动计数等功能。二、生产效率高，钢筋调直切断速度快，可24小时连续作业。三、成材率和直线度高，提高钢筋的使用率，节能环保。四、操作简单，一般人员经过简单培训即可上岗。五、采用液压动力切断，稳定可靠。六、独创的停脚不停机专利技术，显著减少对钢筋和牵引机构的磨损。七、设备可靠性高，使用寿命长，具有安全保护装置。凯博科技研发制造的数控钢筋调直切断机，加工精度高，生产效率高，已广泛应用于公路、铁路、核电建设以及钢筋集中加工中心等领域。